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我的频道，我是老掌柜。今天我们要实做的项目是安装天马模拟器 V 三点五的懒人包。这个懒人包的内容非常的庞大，总共分成四个部分的插件，将此次的整合包完整的进行安装，相信可以满足绝大部分怀旧玩家的需要。另外，由于这一次的懒人包，它所选择的模拟器是 RA。 所以，如果您对 R A 的使用上还不是很清楚的同学，可以参考我们频道之前的节目，先进行 R A 的相关学习。这样子，您在使用这一个整合包的时候，会更加的得心应手，而且减少许多不必要的错误。闲话就此打住，开工。那首先呢，我们来进行档案的下载。 天马整合包三点五版的下载位置，我们一样留在影片说明区之中。那有需要的同学呢，请自行取用。首先，第一点要请各位同学注意的是呢，在这下载页面之中呢，它的档案分成四个部分来下载。我们今天的练习只会用到第一个部分，所以请各位同学先节选第一部分，来方便后面的实作，至于后段还有每一个档案的解压缩密码。 也请各位同学另外将它保存起来。档案下载完成之后，请各位同学打开第一个部分的资料夹。在原始的状况底下，你会得到一个七 z 的压缩档。那请各位同学进行解压缩。解压缩之后呢，你会得到一个 RAR 的压缩档。您再针对这个档案解压缩，您就会得到这个 p e c a s a 的资料夹。 这个资料夹里面所置放的就是我们这一次懒人包所有需要的档案。那请各位同学将这个资料夹复制到您的根目录上面。在这里呢，我是将它置放在我一朝的根目录。那请各位同学将佩 s u 斯的资料夹开启。开启之后，你会看到两个天马模拟前端的可执行档。那这两个执行档呢，你可以选择你喜欢的来使用。 在这边，我们进行第一次的模拟器开启。那开启之后呢，由于我们没有进行任何的安装，那系统呢会先截取我原本 a 定中所有下载安装的游戏。在这里呢，我们会发生一次闪退的现象。发生闪退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还有相关的插件没有安装，所以在进行游戏档案汇入之前。 我们先来完成插件安装的工作，请各位同学点选重要教程必看的这一个资料夹。开启之后，我们紧接着开启插件安装这一个目录。最后，我们点选解码包，在这里呢有两个可执行档，分别是天马模拟器的解码工具。在这里，我们逐个进行安装。首先，我们点选 K Lite Decode 可执行档。 接下来，应用程式会开启安装精灵的部分。那这里的安装呢，有分成一般安装，还有进阶安装。我们选择一般安装就可以了。那由于这个套件会询问安装的项目很多，那基本上我们建议各位同学，您可以一直点选下一步来完成安装精灵的设定。那我在这里呢，我选择进阶设定。 在对应的主要语系部分，各位同学可以在主语言这里选择中文。回答完永长的安装设定之后，请各位同学点选 Install，让系统开始进行安装。安装完成之后，我们点选结束。接下来，我们安装第二个解码套件 LAV Filter 的物件，我们一样点选它的可执行档。 我一样将它安装到天马模拟器的目录之中。将影片解码的套件安装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返回主目录。接下来，我们直接执行天马模拟器，看看闪退的情况是否已经修正。好，那果然没有错哦。 这一次呢，我的画面左下角已经正确的出现我 Steam 相关的展示影片，而且音乐也是正常的播放。Days ago, 好，客工神碟的部分也没有问题哦。请各位同学按 ESC，我们选择退出，选择退出 Pegasus。 关闭模拟前端，实作进行到这里，我们已经完成模拟器前端的基本安装了。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游戏档案的汇入。在进行游戏汇入之前，首先我们要先确定我们目前游戏档案的置放位置。那这一次的天马模拟器三点五整合包里面是有包含游戏的，是在整合包目录里面的。 Roms v 三点五这一个目录，请各位同学将它开启。那开启之后呢，您会看到很多子目录，这些子目录所对应的呢，就是模拟器的分页项目。那在确认好您的游戏置放目录之后，请各位同学将目前游戏的存放路径先复制起来，等一下我们会使用到这一个路径名称。接下来我们再回到天马模拟器的目录。 接下来，我们来进行游戏汇入的批次档案作业，请各位同学点选“重要教程必看”这一个目录。目录开启之后，我们会看到一个 Game Directory 的文字档。在进行修编之前，请各位同学先将它复制一份起来作为备份。我知道这个频道的主题是小众，我也明白愿意花费精神去设定的人不多。 但我仍努力记录在实测过程中的点滴，并转化成巨细迷遗的心得分享。如果觉得本频道的影片对您怀旧游戏的旅途上有所帮助，每个月只要一杯咖啡的钱，就可以协助本频道走得更远、更久。而您的赞助也将使本频道在选题方向上有更大的选择空间。 再次感谢您的支持。将游戏列表档案复制一份之后，请各位同学用纯文字编辑器来开启 Game Director 里的这一个文字档。那开启之后呢，各位同学呢会看到很多目录结构。那在这里呢，我们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进行路径的替换。如果您是将模拟器安装在其他磁碟槽，或者是 更深层的目录之中，我们就需要来修改这一个游戏汇入档案，让它与你的游戏路径相匹配。那由于我们先前已经有先确认好我们游戏的存放路径了，所以在这边呢，我们直接进行文字替换的工作，来修改你的游戏路径。在这边呢，我选择取代，在取代的自串地方。 填写您刚才所检查出来游戏的存放位置。那在这边呢，我的自放位置呢就是 r、OM、V 三点五之下，所以我们一样将这个名称给复制起来，直接贴到取代目标上面。那么你要取代的内容又是什么呢？我们所要取代的内容呢，从一冒号开始，一直到 V 三点五结束之后的自串。 那由于我目前的游戏存放路径与系统预设的游戏存放路径相同，所以没有自串可以进行取代。那我在这边呢，我先假设我的游戏存放内容呢是存放在第一槽的 ROMS 底下，后面呢才是接天马模拟器的游戏路径。那这个时候上面的寻找内容所填写的就是我文字档里面我所要进行取代的自串。 而下面取代为的框格所填写的，就是我目前新的游戏存放路径。那在确认好您所要修边的位置之后，我们选择全部取代。取代之后，我所有的游戏路径目标就会全部指定到低潮的 Roms 之下了。那由于我这个路径里面是没有游戏目录的，所以我在这里再进行一次反向的取代。那这一次呢，我是将我修 那这一次呢，我是将我原本替换掉了字串，再替换回来，一样选择全部取代。那将所有的游戏路径都修改完成之后，请各位同学选择存档。之后我们就可以关闭文字编辑器。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将文字档置放到天马模拟器指定的路径位置之中，它就会进行游戏的汇入了。 而汇入游戏档案所应该置放的地方是在您的系统磁碟之中，里面的使用者目录。接下来就是要看各位同学，您在作业系统里面是用什么身份登录的。那我这边呢，我使用的账号是 user，所以我直接开启 user。在接下一层的目录呢是 app，进入 app data 之后，请各位选择 local。 在 local 目录之中呢，您会找到一个 Pegasus Fun End 的目录哦，这个呢就是天马模拟器前端置放在我们本地使用者资料夹的档案。那请各位同学将它开启。目录开启之后，我们就可以将刚才修编的游戏列表档案复制进来。进行到这里，我们游戏汇入的工作就已经完成了。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开启天马模拟器，来看看运作的情形。 好，那没有错哦。我们刚才呢所汇入的游戏呢，都已经在上面的列表上呢可以看到了。那分页内容里面的每一个游戏呢，也都有对应的图标，还有展示的动画。那练习进行到这里，我们的前端就已经完全的汇入完成。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执行里面的游戏，来看看能否正常的运行。我这边执行一九四一。 好的，那么模拟器有正常的开启。目前这一个天马模拟器整合前端，它所使用的模拟器是 RA。我们的频道里面呢，也有针对 RA 进行很多相关的介绍。那各位同学可以参考我们过去 RA 相关的介绍影片来进行控制器还有游戏画面的设定。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内容。 下一期我们将会针对天马模拟器的懒人包进行第二部分到第四部分的额外游戏插件安装，请各位同学不要错过喽。